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》Hunter Hunter Battle All Stars。咁啊 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！咁啊，今日系年初一，咁我就同大家继续抽呢个 Hunter Hunter 啦。好，咁啊，就有两边嘅，咁啊呢边有希索加啦。咁啊，系新登场嘅，咁啊，同埋呢一个嘅洛斯杜兰家族嘅利安啦，系啦，应该系新登场嘅，咁啊，红色呢一边咧就系、是、祖迪父子，系啦，基诺阿祖迪系啦，祖迪家族父子咁样啦，即系阿史杜化同埋阿谢洛爷爷啊，咁啊，同埋矮王嘅，咁啊都相当之吸引，咁我梗系抽红色嗰边啦，系咪先？好，事不宜迟，开始第一抽，OK， 至尊狗呢隻我又系有噶啦，已经咁啊 ，S 级都算唔错。好，第二抽。猫女尼菲比特，其实又唔可以话佢系猫女嘅，因为佢好似佢日本嗰边嗰个称呼自己咧，个我咧系用 Boku 噶嘛，但系你系男仔先会咁讲噶嘛。咁所以呢、這个即系啊，嗰啲矮嘅性别系比较特别啲咯。因为是只有那个母后才是雌性来的，雌性蚁，其他基本上都是雄性蚁来的，应该。咦，谢洛爷爷喎。好，第四抽。咦，有啲特别喎，今次。Oh yes， 中唔到嗰只矮王，中到呢只都好，掹住阿小麦，正。六星。哇，仲要系敷咗噶啦，已经唔使自己升啊，正啊，净系升下边嗰啲得啦，正。喂，点揿啊，大佬？我想拎时啊，啊得啦，搞掂，继续第五抽，哦，都系尼菲比特。第六，呢个系五星嘅马兹，应该系啊，应该系啦，五星嘅马兹。好，第七抽。咦，有料到喎，唔同喎。Yes， 祖迪父子。其实呢一个系打团长嘅时候嗰、那个
嗰个情形嚟啊，嗰个情景嚟啊，应该系，因为咧打团长嘅时候咧，阿仔啦，史道化嘅嗰、那个佢系咬手咯，佢会即系掰手指啦，我哋平时叫开嗰啲，佢会掰自己只手指，然之后先至同阿团长打咁样，佢又企埋一边嘅，系啦。然之后就阿谢洛咧就收拾阿团长，咁啊我啱啱睄到都系敷咗噶啦，唔使自己再。哦，我见到啦，原来咧本身呢度写咗咧就话绿星咧入手咧就已经系敷咗噶啦个 level， 哇正到爆啊！喂，俾我抽埋只矮王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哦，今次五星啦。哦，都系马姿。OK。好，第九抽。人如拍舞，都是五星。咦，有啲特别喎。哦，六星嚟嘅。冇搞错嘅话，六星团长系咪？哦，唔系，五星嚟嘅啫。但系啱啱嗰个咁彩色嘅话，啊都好。但系呢个势咧，呢、這个姿势系似嗰啲，通常六星先至会咁样啫嘛，即系得一半身咁样。不过都 OK 嘅。好，咁啊，睇下今次。抽卡的战利品啦，咁多位，OK， 咁啊，今次的十抽咧就抽到有啲咩新啊？其实嗰个唔算新喎，嗰个啊，至尊狗同埋只猫，仲有啊，不过呢个领。主的马姿真的好像没有，这个就是祖迪父子是非常之好的，即是组合了这样。现在这个手机游戏就不断地出一些孖住的组合的卡咯，即系一张卡里面有晒两个人已经帮你组合咗啦，唔使再组合。咁我觉得呢度系几好嘅。咁啊，除咗呢一个嘅祖迪父子之外咧，其实呢个团长五星团长都算唔错嘅。咁啊，另外当然系蚁王啦，大佬蚁王同埋阿小麦非常正。OK。好啦，咁样今次我哋就抽卡抽到嚟呢一度啦，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一条片嘅话，你可以 like 或者 share， 如果你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个 channel。咁啊，今次我觉得如果你有石嘅话，你一定要抽啊 ，OK？ 因为真系好正，十抽就抽到两只嘅。六星是非常之不错，还要是组合的，是一个组合的卡这样。是的，那如果有玩这个游戏的观众或者朋友仔，那记住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是非常之难得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条片回来再见。那么多位观众
拜拜。